孟美岐的这身穿搭火了。看完这些照片后，网友谁能扛得住？至于孟美岐在很多粉丝们的心目中的形象，感觉她就像是一位小仙女般的存在，有很多粉丝都无比的迷恋她那俊美的小脸蛋，不得不说她简直是太漂亮了。从图中就能够看得出孟美岐那张漂亮的面容，那精致的五官显得额外有魅力，尤其是拿上眼镜，想必有不少粉丝看过之后都沦陷了，因为她的魅力就有如此的强大，让人难以抗拒。其次就是孟美岐的身材了，要知道一幅完美的身材对女孩子们来讲都特别的想要拥有，而孟美岐就不用担心，因为她看上去特别的苗条，纤细的小蛮腰特别的让人羡慕，